整天的时间呢，用不清楚的语气来跟他讲话。没有没有，你大舌头噻！没有，我们来去懒散没？什么懒散？你们要不要走？很好玩。耶！琳琅们，我们即将会送出 iPhone 11 Pro。对，你要怎么得到呢？你只需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频道，还有记得 follow 我们的 IG， 你就会有机会得到喽。咻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打铃的玲玲。没有错，看我一个人呢，就知道我要做高到达，没有错。今天呢，我没有要恶整他，但是今天我要气死他。那怎么气死呢？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小视频过后，我就忽然我的灵感就来了，对，就是灵感。我要用一整天的时间呢，能用不清楚的语气来跟他讲话。怎么说呢？就比如，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你们懂吗？你们肯定不懂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我就是要用这个语气呢，来和达达讲话一整天，然后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啦。我希望是他会有一些很好笑的反应，不然后整个影片就很闷。不然的话呢，我就要上很多特效，然后呢来，辛苦后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来看达达会有什么反应吧。Let's go。OK， 现在呢，因为达达没有在 studio 嘛，他说他等一下会来，然后我就先打电话给他，然后呢用这种不清楚语气问他，你在哪里？要到了吗？我很饿。来，我们来打电话。Hello。哎。喂。哎。什么？哎。在家里啦。不要，我要过去了，等我一下。要来了没有？什么？要来了没有？你大舌头噻！好恶心。你是什么事？哎，对吧？好搞笑！他明明他感觉已经要发飙了，你们懂吗？然后他竟然听得懂一点点我在讲什么？好吧，这样接下来我就加把劲了，等他来吧 ，Let's go！ 打到现在来了。我要来录音。啊？我要来录音。你们听得懂吗？太手滑了噻！我要来录音，我才好这样的人嘛。你的手头是烧的哈。一个点那里啊，红色点啊。等一下要什么？等一下要什么？吃什么？你先呢？你先，你要先有事啊？哈哈，我好难的。我好难的。吃什么？我带你去吃什么？是什么？朋友，我们来去哪里蹭吃？去哪里蹭吃？去吃日本餐哦。哦，来日本。你呀是你请啊。厉害啊！我听得到哎。我请。你好冷哦。什么懒散？你好冷哦。你们要懂，很好玩。我看还好，讲到古里古怪这样，然后都不敢跟那个 waiter order， 还要我帮你叫，幸好没事
次好不好？嗯。啊。嗯。讲到这样不应该也当哑巴的好。你好。很好，我好。然后呢？OK， 现在我们吃完东西回到家里了。我现在我在帮我的猫猫们打理它们。等一下我要继续我的计划，因为达达好像没有什么反应，他只是讲不要憋气啦，不要这个啦，不要那个啦，所以我就在继续的行动，看他到底有没有什么更不能忍、不能搭汗的那个行动。哦，我没有跟你们介绍过，我觉得猫猫对吗？来。这只是豆豆，豆豆，它是星罗猫，然后它脸以后会越来越黑。哎，你不要跑，它是母的。还有一只是布布，我开灯给你们看。布布也在上厕所啊。对，这只就是布布，然后它是英短，它是公的。你好，我灵魂飞掉哎！阿妈，回来！我灵魂回来你了。要回来，回来！你跟你姐她。啊。你姐你就知道你自己在，你才知道自己在讲我，要不然哦，你给他们剪，你他们就。好的，我回来，回来。看，给你一个特效啊，然后后面全部跟我一起。OK， 当然，我们没有正常互动。呼喝呼吸完，在讲什么赛？走呀，快点！我想问哦，百合好哦，来碗鱼好。你来我。来。哇，会晕呢。我要我们还喝百合，然后呢？我很呼。刚才我们骑 scooter 骑到一半的到忽然就肚子痛，他就整个跑回来上厕所，所以我上次在厕所外面弄的。黄颖啊，我跟你好，哎呀，又来我啦，又来我啦，棒，快回来，快跑，要在我和你要去爬壁画吗？我不知道爬壁画，是画壁画。你要画你，我们要画壁画。嗯，我完全听不懂啊！哎，这是你要爬壁画，你要画壁画呀呀，爬壁画。面包画壁画。哈密瓜，你还不知道是哈密瓜？哦，哈密瓜是啊。2000 years later。嗯。哎呀，我们要出去啊！要出去嘛？啊。啊。唱歌。唱歌。啊。可以听懂没？啊。可以去，我可以带你去唱 K。可是你不可以用这样的语气在跟我讲话，对。讲什么？啊，阿伟，阿伟，我听不懂。阿伟，去阿伟呀？啊，哎，去唱歌噻。嗯，对。哎，什么？我想要和你讲话了。我想要和你讲话，而且我是想要跟你讲话。
帅。对啊 ，OK。第三位，如果喜欢的模拟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见喽！